吃。只有自在小说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艾瑞克。今天的话，一样嘛，要感谢一下干爹赞助。那你今天怎么穿一身黑？喂，大 boss 啊！你确定是挑战吗？是吗？你是被虐待的那一个。所以现在叫做。所以你今天穿一身黑，我觉得你可能会被他送走。好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我们要挑战的 BOSS 就是波金堂的创办人严师傅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严师傅进场，拍手啊！严师傅，还有一个，你刚刚听到，你们说觉得我蛮亲切的，是不是？看起来是蛮斯文的，不用担心，其实我真的很亲切。为什么？当你学生教多之后，你就自然很亲切。既然是阎罗王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今天你就是要被审判的那一个。我会这么严肃的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体验。但话说艾瑞克，你不是在坊间去体验很多的波金的手法吗？那今天怎么会想来替你的阎罗王？就是因为摄影师他告诉我，我没有体验到很正宗的所谓波金的手法，所以他介绍我。没有，其实艾瑞克一直跟我讲说，疑惑的，为凭什么叫做一代宗师嘞？阎罗王跟一代宗师，甚至对的那个男人，找到问题那个男人，都是别人称呼。那至于就是到底教了多少学生，坦白讲，我在这个业界已经十五年以上。说真的，我教的学生学徒，说真的已经上百位。对我来讲，我这边就是希望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，所以看到这样的成果，我会越来越开心。而且在之后呢，我会训练更多的这样的技术的人去帮助各位解决疑难问题。你平常哪边比较不舒服？我希望听到的是那种越难处理越好，最好是你去了很多地方都还是你的困扰。有啊，还有他的腰，腰啊，使用过度。OK， 那我先测一下角度哦。我们就是头看前面，好，往右转，左转，好，回正，好，再向左转，转到。再来，我们向右转。好，我们低头，一样低到最低。绝不低头的。好，我们抬头，仰头，仰到底。OK， 当中看到这边其实都已经蛮紧绷的。哇，感觉有点驼背。对不对？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驼背的感觉。好，驼背低下来，恢复正常。好，我们弯腰去摸地，到底了。不行，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腰应该就很紧了哦，看得出来这个形状都紧绷的。好，我回正，怎么样？刚刚我听到一个不好意思，有吗？有吗？什么感觉？很紧，就是腰很紧，然后紧趴上来。那我会从你身体里面的哪个地方去找有问题的结块？太痛都不要跟我讲，深呼吸，吐气，不要憋气，憋气才会头晕会岔气。OK。什么是正宗？阎罗王的正宗的手法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，第一个要精准，第二个要有深度，有精准有深度，基本上我们重点就会找到。真的很精准。艾瑞克，你的手干嘛？要去哪里？你有没有感觉有结块在波动？有没有？真的。太了。不要洗床，不要洗床，太厉害了！它只是床它是公的，它是公的。等一下，不要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头的大小，这么黑的你也可以吗？不是，妈耶！有没有感觉我们现在都在做一些跟蹲蹲里的动作？有没有？我快不要喷你了！要把问题去找出来。你开始相信你今天会被送走？我就你可以准备棺材。万一那顺便起来动一动看好了，当然先随意动嘛。你脖子动动看。角度好像变大。但痛没？痛。就是这边是紧的，感觉很紧，然后这边是整个松掉的。继续喽。肩膀。我用手的关系，原因也不是要用力，
哦，所以我会找他的缝。哦，在腰部的重点了哦。哦，终于到腰了哦。哦，那另外呢？哦，我们的波动术，哦，基本上有六字诀，哦，让你感受一下。哦，波前屈，弯腰转。哦，这样子是有没有感觉到鞋块被波动的感觉？有。哦，那顾名思义，我们就是要把鞋块分开来。哦，拳王正宗的手法。又叫做根根分明波动术，好、哦、了解吗？哦，里面的六字节波，要把节块一根根分开来去波动它，有没有感觉到？有。好悬，有没有感觉到？节块被我悬动，有没有？有。好切。哇！哇，你要钻上去，有没有？过哇！酷吧！在结块里面做切的动作，试图把它分开来。哇哇！挖，挑起来，挖，挑起来。是师傅挖，是你挖的。是一样。再来怎么钻？钻呐！我感觉越钻越深，有没有？知道什么是正宗的吧？这个是挑，把组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处理。喂，怎么感觉他好像身体不是拍的，完全趴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这画面似曾相识？上一家很痛的，好像也是这个，好像也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感觉。但其实我没有特别用力、啊哦。那我们的工具、哦、除了拇指，还有指节、四指指节、哦、拳眼，在手肘、手刀、刮痧板。那另外我们的。步法、身形步法、弓箭步、马步、哦，其实我都很轻松，我一边在说明让你知道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听得进去吗？你知道我没有说话啊？好、哦，没关系。你知道我一直看到一个画面吗？一边专业，然后一边，你知道天堂跟地狱的差别？那我就很自然。我们拨法在拨东西，要有所本，要拨到东西。哦，拨到什么东西呢？拨一些结块，要把它根根分离，要层层分开来。这是海狗。哇！那要是海的海什么海豹还是？海豹。哎呦！感觉今天，感觉你今天长期在腰痛要就此结束。哦哦，哦，老师干的什么？好帅啊！太好炫了吧！都拿到内侧啊！哇！好久没看你那么辛苦，干嘛？你想讲什么？快抽筋！休息一下啊！嗯，但是你真的要用侧勾还是用侧勾还是？我觉得那个感觉好明显。我觉得你已经被按到左右部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老师，你脚背都有？有啊。这什么事？海狗式。那个一条就是，就是一些卡住的问题，卡住的筋膜。你到底什么时候爬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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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那你看到从直接从肩膀，然后到整个臀，然后到腿，然后现在又绕回来到手。你看我在播的时候，他的手都会跟着动。真的耶？怎么样？哦，所以他的身体是被我。老师，那腿跟着动是正常的吗？不一样，这个是肌肉的控制。哦，这是筋被我控制，你看。这个是附带的。人体控制术会啊，你看，其实我在处理的过程中，我的筋膜跟他的筋膜取得连接。老师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你看，你说你，啊、你先说一下，你是正宗的，然后手稍微动两下，哦，正宗。来，你看这脚，你看点头了，点头了。公牛式，你这样子等下害别人，害我们被人家批评说很痛，会受伤。我这边为什么这么强烈？哦，是因为它是躯干跟身体为连接的地方。是不是只有一个指头？对啊。哇，你这是什么蝎尾式？太用力，他受不了，所以没有必要太用力。这什么？哦哦哦！啊！哦，你好红啊！深呼吸，深呼吸，不要憋气。你好红啊！你会不会觉得看 Discovery？ 这个 Discovery 吧？动物星球频道。对啊。国家地理大概来一次。你猜我是谁？你猜是什么动物？好，另外一边。刷新你的三观，就是这其实真的很复杂，那个感受，它不是很单纯的只有痛或者是只有酸，而且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按过这种很痛的，它的痛是会持续很久，可能甚至是我做完之后可能回到家有三天到两天，可是这个做完是真的放松，你会感觉到当下按是酸是痛，真的是麻的刺的感觉。现在就是我感受到就是很放松，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我以前松是那种好像完全无力感，可是这个是灵魂，就是好像是那种气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好像身体是真的有在痛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，而且过程中在做的时候，虽然说很刺激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手法在变，虽然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分辨到是手还是手，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的前后左右的那种交叉，嗯，很细腻感，真的就太棒了。有一代吗？何止一代，你一代一代一代。所以为什么我这边会有很多的名号？哦，阎罗王的名号，一代宗师的名号。哦，阎罗王为什么会有阎罗王？在处理过程中，有人说他看到他已经离开的爸爸，然后我也看他这种感觉。那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只，为什么是故事？两
加美迪哦。好，来请坐。好，我们就继续喽哦。精准、深沉、分根分明、层层铺开。然后命中目标。老师要把你的灵魂拨开。没有刚刚那么痛。我错了。往这边哦。你的脚在干嘛？我不要感觉腰挤压到，挤压到跟我讲。老师，他盘腿可以吗？嗯，最好不要。为什么你不是在画个倒小骆驼啊？我靠！听到“扣扣”两声。那到底小骆驼大骆驼有没有？嗯。自己有没有觉得？好，向左看看，我这边一样转到底，我都可以看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正拉扯都不见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向右转。好，头低下去，哦，脚步偏差，刚刚是不能低头的力，对不对？嗯，没错吧？哦，刚刚说到这句，好，仰头，仰头对，脚步也伸长，哦，好，回正，好，伸手去碰地，一样，弯到底，哇，哦，这么低，手伸直，手指头伸直，哦，差一点点就到脚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哦，好。这边感觉没有拉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回正。哇，很舒服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那个我的腰，因为我的那个拉扯感其实跳了很久，因为别的都没有好过。嗯，这次真的是很神奇，很神奇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他就说有没有最难最难处理的这种，我们最喜欢。哦，他一般的问题就。不能知道我们的深度在哪里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处理一下问题，我们是要根根分明去调理的，哦，要精准，要深层，要锁定目标，要解决问题，根根分明，层层铺开，哦，现在你应该就会感觉到差别，真的是对不对？重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而且在过处理的过程中，会有各种不同复杂的感觉，绝对不是只是痛，对，对不对？而且那种感觉是痛感或者是爽感。没想到连波肌、按摩这种东西都还有逻辑性，有，太厉害了，科学点看到没？我觉得真的只做一半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真的最明显，感觉上身体真的是自己，就两个身体你就感觉到它好像在分开，因为有紧有拉扯的感觉，跟整个完全放松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加上说做了那么多家。也不是说特别要苦，但是那个感受非常差。嗯，我有做在外面做过，就是真的按完之后那种受伤的感觉，就是你真的做任何姿势你都会痛，而且是感觉是你好像没有被推开，没有放松就算了，还会痛在那边痛好几天哦，真的是结块在那边。应该是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它在拨你。播完之后，身体好像就变得很通畅那种感觉，这个是很棒。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我做完，我以前做完就死，快死掉，快死掉。可是这一次做完是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。对，虽然说还是会有点想睡觉。想睡觉是好的，哦，就是我们的束缚打开的时候，气血循环会更畅通，这时候我们就会想睡觉。嗯，那。反过来，我跟你要采访一下，你觉得你有受伤吗？没有。各位，哦，所以正宗的是不会受伤的，哦，重点是我们要找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了解吗？要根根分明，要一根一根的去调理它，调理是这么回事的，哦，那如果说有的时候找到问题的去解决它，当然会有一些强烈的感觉，就如刚刚这样子。但是找到问题、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处理完是神清气爽，哦，你是感觉那个绑住的感觉或原本的问题是会有感觉是越来越接触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谢谢，嗯，不客气，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 Fit 阎罗王就成功喽。
成功，成功。这种快乐不能只有我拥有，一凡就是你，我指明你来挑战这边的大魔王阎罗王阎师傅，那就是你，不要跑啊，就是你，下次就让你来爽。如果各位想要学习这种高超的技术，也欢迎来找我。喜欢我们影片吗？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不要！这是他的摄影师的福利吗？对。